昨晚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呢個民主思路，即係湯家華做召集人嗰個啦，就搞個論壇，咁就得阿林鄭同埋阿胡國興出席。咁我睇完之後咧，就我覺得哇，曾俊華真係醒啊！佢嗰陣時咧就拒絕咗，即係應邀啦，就冇出席到呢個論壇。咁就阿湯家華咧就唔止一次公開批評佢，又話咩？即係詫異啊，又話不安啊咁樣啊，咁啊曾俊華咧呢一邊咧個回應咧就好平淡嘅，就係喂，我有即係好多個論壇嘅邀請啊，唔係個個能夠出席啊，即係唔好意思啊，時間抽唔出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咧，佢唔出席呢個論壇咧係非常之精明，亦都係英明嘅決定嚟嘅。咁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咧，尋晚個論壇當然就。即係冇乜特別嘅，我認為火花啦嚇，咁但係咧就亦都反映到即係唔同嘅候選人咧，特別係林鄭咧啊，佢喺成件事裏邊嗰個即係呢個香港嘅施政嘅問題上面咧嗰個叫做盲點或者死穴喺邊度，我一陣間翻嚟先細緻咁樣分析啦。咁啊，我點解話曾俊華就即係聰明咧？咁冇出席咁，咁你睇得到即係嗱個成個佈局咧，即係我認為唔係佈局，係一個局嚟嘅啊，就即係。因為湯家華就搞啦，咁就揾咗阿謝志峰做呢個主持啦，又揾到呢個中大嘅社會學系嘅教授啊趙永佳做其中一個，即係我覺得係算係評論員啦咁。但係咧最令人哋覺得不安嘅地方咧，就係湯家華咧係擔任其中一個即係發問者，亦都係評論員嘅角色。咁啊，其實就如果佢係保持一個比較中立嘅態度嘅話咧，我就覺得無可厚非嘅。即係以佢喺即係香港政界，亦都喺即係唔同嘅領域上邊，亦都自己搞咗個政黨咁樣，咁佢都有權去發文嚇，向啲候選人發文嘅。好可惜嘅地方咧，就係佢昨晚個表現咧，就一啲都唔中立。好明顯咧，就係厚林鄭而咧就係博胡官，或者咧就係錫住林鄭咧而追擊胡官。咁當然佢會否認啦，咁亦都有啲記者問佢啦嚇，即係話佢喂你直線抽擊胡官喎咁樣。對阿林鄭輕輕手喎，佢又否認話唔係啊，我兩個都咁重手，我發文都係咁尖鋭咁。但係我哋喺即係你唔好當我哋喺旁觀嗰啲旁邊學死先得㗎嘛，係嘛？我哋會睇得到㗎嘛，我哋眼睛係雪亮㗎嘛，唔係淨我講㗎嘛，你睇下啲網民啲反應就知道啦咁。咁佢出咗啲乜嘢咧？佢講咗啲乜嘢令到人哋即係會覺得佢係好偏頗咧咁樣？其中一樣嘢咧，我舉幾個例啊，其中一個例咧就係。佢一路逼問阿胡官，其中一樣嘢就係胡官參選嘅時候報名嘅時候咧，攞住個180個呢一個選舉提名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因為林鄭咧令到個社會撕裂啦，佢俾梁振英還要梁振英啦，所以咧佢會用200%嘅努力咧去阻截一個林鄭當選咁樣，咁啊湯家華捉住呢樣嘢就問佢：喂，你都唔係自己參選嘅。你好似阻住人當選喎，咁樣，咁你點樣去令到能夠修補呢個泛民同埋建制啲撕裂咧？有咩幫助咧？你咁偏激咁樣，咁胡官就強調就話：喂，咁林鄭就真係令到個社會撕裂嘅喎，佢係梁振英嘅第一把手喎，有份撕裂個社會喎。咁湯家華繼續追問就係話：喂，對手個林鄭有幾百張即係選委票喎，可以說服咧？即係外界何以說服外界咧？佢能夠修補，即係講你閣下即係胡官建制泛民之間嘅撕裂咧咁樣。咁胡官就即係毫不客氣啦。咁佢就話：我個政綱都係中間落墨嘅，你提議嘅中間落墨就冇人信，我啲就有人信啦。嗱，呢個正正係挑中、懟中呢個湯家華嘅死穴。大家知道。民主思路咧就係主張呢個所謂嘅中間路線嘅，湯家華咧就脱離咗呢個公民黨之後咧就搞呢一檔嘢，一路都話行中間路線，咁啊結果點咧？結果就立法會選舉，對唔住咯，即係全線皆北咯，咁連呢個選委嘅選舉，你閣下喺呢個法律界咁資深，係咪啊？又做過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又做咁多年立法會議員啊，竟然都唔能夠當選咁。咁啊，説明阿胡官所講嘅話，你嗰個所謂中間路線、中間落墨係冇人信，呢個佢有一定嘅道理嘅咁。咁所以你一路咁樣追擊阿胡官，咁其實即係自己落得過俾人去咁樣去揶揄你咁樣去收場咧，就有少少叫做
即係自討沒趣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林鄭啊，即係講到呢個理財，佢覺得自己好巴閉啦嚇，即係講公共財政啊，或者係講有關於金融政策嘅認知啊咁樣。阿林鄭咧就追擊阿胡官，就問佢。你又點啊？用咩政策啊？咁樣咁佢追擊胡官嘅時候咧，林鄭咧就不忘咧就咁講，佢話：，我有明白啊，點解咧？即係另一個候選人咧就唔出席啊呢個論壇啦。林鄭講噶啊，原來阿 Wanny 咧，即係阿湯家驊喺公共理財嗰方面嘅理念咧，就同我比較一致，同我接近一致嘅嚇、啊。我啊都係對呢個國式用嘅基金啊、未來基金咧好有保留。咁啊，此話一出咧就。即係令到即係台下嗰啲泛民嘅選委咧，梗係譁然啦！哇，你都唔使咁扯貓尾一唱一和㗎。嗱，做一個即係呢啲咁嘅咁敏感嘅即係選舉論壇嘅主持人或者發問者咧，無論你自己嚇有幾咁偏頗或者咁幾咁鮮明啦，用比較正面嘅呢個講法啦嘅立場都好啦。即係你估謝志峰自己喺呢問題上面冇立場咩？係咪啊？咁點解會做一個論壇，你會揾佢咧？咁因為你一定要將自己嘅鮮明嘅立場，盡量去磨平佢。所謂磨平佢，即係話唔好喺呢個論壇嘅過程裏邊啊，俾人睇到你有一個鮮明嘅立場。你盡量咧要扮都要扮到公正啊！你唔能夠咧啊利用呢個咁嘅機會，因為呢個論壇咧係賦予咗俾你一個即係發問嘅特權啊。可以咁講係一個特權，你唔可以利用呢個特權咧，去令到咧你唔中意嘅候選人或者這個同你政治立場唔同候選人咧，看起嚟咧係即係好舒適嘅，好難睇嘅嚇。如果你要做咧，你兩個都用相同嘅尺對等嘅尺咧看待佢哋嚇，一樣要。如果你想發問尖鋭嘅話咧，兩個要同等咁尖鋭，咁睇起上嚟咧。起碼看得見啲公正咧，係要喺度彰顯嘅。咁湯大狀大佬佢做咗資深大律師咁長嘅時間，完全明白呢個道理嘅。咁點解喺呢度都好似有啲按捺不住咁樣啊？即係會有所謂厚林鄭而薄胡官咧？咁一個人咧就咁嘅。其實有政治立場係唔緊要嘅。你有政治立場，又要辦一個咧要即係要看起來都要公正嘅論壇。如果你真的辦得公正的話咧，又唔緊要嘅，咁啊好可惜你又不公正啦。咁人哋唔嚟，你又砌人哋啦。咁人哋當然會用放大鏡顯微鏡睇你的表現啊，都唔使用看放大鏡顯微鏡，用肉眼已經覺得你有問題。咁嘅時候咧，老老實實咁嘅論壇咧就好失敗。咁所以我再講多一次，曾俊華唔嚟啦，英明決定啊！